现在可以听到我声音的同学呢，今天我们主要会就数学竞赛这部分内容，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之后在最后的部分呢，我会抽着讲一道例题，然后让你们体会一下，就是这个数学竞赛大概会考察什么样的方向。好。你打图像见过了，我那个肯定打的是。要怎么打？那知道怎么弄？看一下。是。尽量各位，在没有特别必要的话，可以关一下你们的这个麦克风啊。那么到点了，我们就开始。那么大家好，我名字叫任寒谦，那么我是艾特国科部的一名数学老师。那么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数学竞赛的这部分内容，我的一些个人的体会和心得吧。那么在艾特呢，我也是主要教授这个数学竞赛的任课老师。那么今天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同学们，然后跟你们讲一下，哎，什么是数学竞赛？数学竞赛它大概长什么样子？以及它适合谁？然后，它对你以后可能这门课，大家大部分人如果是比较陌生的话，那么这门课它会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OK，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讲什么是数学竞赛，以及主要是美国的数学竞赛有哪些？那么美国的数学竞赛其实历史也很悠久了，那么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有一条很主流的一个线，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AMC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标题上的这个 American Math Competitions。 那么这个竞赛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竞赛，那么最高阶的竞赛是什么？是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那么所以说有关于数学竞赛的这条线路，就是从 AMC 开始，然后一直到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这么一系列竞赛组成的这么一套主流的竞赛体系。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几个其他的竞赛。那么我们就先来讲一讲主流的竞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成。那么不得不提的我们的起点就是 AMC。美国数学竞赛呢，分八年级、十年级和十二年级的三种类别，三个年级的考试。也就是说，当你参赛者，它是根据年级分的，你是在一定年龄下，你可以去参加更高级的比赛。你在八年级的时候，你可以去参加十年级的比赛，但是一旦你超过了八年级它规定的年龄，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八年级的比赛，就是只能参加十年级或者十二年级的比赛了。OK， 那么这是 AMC 的一个套路。你如果想要参加数学比赛、数学竞赛，那么应该是联系你的当地的你在高中或者初中的数学老师，或者说是数学 society， 然后让他们来去帮你报名参加这个竞赛。AMC 主要是以个人赛的形式呈现的，一般来说呢是75分钟，做25道题，也就是平均3分钟做一道题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节奏。大部分题目是，尤其是第15题以前的题目，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么15道题最后的那10道题，对于某些同学来说可能就比较难了。OK， 那么我们AMC 的结果是直接会影响到你能不能晋级到下一个 level 的 competition。 那么下一个 level 是什么？下一个 level 就是是叫做美国数学竞赛，就是美国数学邀请赛，叫 AIME。 那么这个邀请赛呢是但凡你参加 AMC 10和 AMC 12的考生中，如果说你的成绩能够达到前 5% 和前 10% 分别达到这个水平，那么你就可以晋级到三月份举行的刚才说的数学邀请赛。那么在数学邀请赛里边，
你如果说依然能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名次，那你就可以晋级到五月份美国开始的五月份的数学竞赛，这个叫做全美数学竞赛。全美数学竞赛它的 level 是取 AME 的数学竞赛前五十名。那么这一场竞赛的考试难度是几乎和国际奥林匹克竞赛是同等难度的。那么在但凡能在美国数学竞赛全国家级的这个数学竞赛中脱颖而出的人会选入国家队，然后去参加一般是暑假七月份进行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所以说这一条竞赛的主线是我们大部分同学所熟知的这个数学竞赛的这么一条线。对，前五十名，是的，前五十名，就是全国范围内前五十名。入选了像我最后说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它的简称叫做 IMO。 那这像我们中国也会派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那美国呢也会选择美国的国家队，各个国家就相当于说是一场国际性的比赛盛事，就像奥运会一样，每年都会举行一届。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大家可以去官网上找一些历年的一些 IMO 的题目啊，你会发现这些题目一般来说都会极具技巧性，然后可以尝试一下。好，那么这是一条主干线上的有关于数学的竞赛。那么还会有，其实在美国的数学竞赛还会有其他的类别，就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ARML 的美国区域性数学竞赛。那么这个竞赛呢，主要是以团队形式来呈现的一个竞赛。一般来说呢，报名机构都是高中的老师，以高中老师为带队，然后他组成三个队伍，然后是以学校的名义来参加比赛的。这个竞赛呢，一般比赛形式是分线上和线下，是在美国的几所高校里边举行的，当然也可以参加线上的形式。像这种团队赛呢，团队赛和个人赛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团队的一些配合，以及其中团队里面每个人的实力。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竞赛，就比如说数学大联盟的竞赛。那么这个联盟的竞赛呢，它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体系，但其实本质上来说，介绍那么多竞赛，他们考察的核心内容其实大部分来说都是一致的。那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数学竞赛。可能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已经参加过数学竞赛，或者说是对数学竞赛有那么一点点向往的，就是是不是说竞赛数学，尤其是数学竞赛，它是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其实早在很久之前，十几年前，我们中国国内有一股数学奥林匹克风在盛行，也就是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倡导啊，我们要学奥数，我们要学很难的那些题目知识，然后去参加比赛。OK， 导致了有很多学校都开始课外班也好，哪怕甚至是课内的课程也好，加入了一些竞赛的内容。之后国内呢就掀起了这个过了几年以后呢，有很多教育界的人士就觉得，哎，数学竞赛其实它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那么我来具体谈一谈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变化，数学竞赛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那么这就不得不说，数学竞赛它其实本质上最大的考察的一部分内容它是什么，它考察的最大一块的内容其实是和数论相关。而数论在数学里边它是一块极其理论化的内容。我们研究什么？我们研究余数问题，一个被除数除一个除数，它的商是多少？它的余数是多少 ？OK，
OK， 以及余数有没有什么规律？然后两个数字它们是不是质数？质数的性质是什么？那么它们互质又代表什么含义？互质，哎，互质可能有些人知道 relatively prime， 那也就意味着它们两个数字之间的最大公因数 the greatest common factor， 这个值它等于一，这叫互质。那么比如说困扰着人类千百年的一个问题，就是质数到底有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表达形式。那么很多顶级的数学家都在这个问题上耗费了很大的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OK， 那么其实数学竞赛本来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培养大家的一个数学兴趣，然后对这些非极其理论性的问题，好，如果说有人对他们有兴趣，那么可以投入相应的精力，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一般来说都比较难，或者说是你想不到一个解决的清晰的思路，因为毕竟已经困扰了人类好多好多年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的去做这个事情？那实际上这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那么我们知道的更多，那么很显然我们能控制的，我们能做的决定就会更多，我们了解的就会更多。所以说方向是这个方向。那么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是不是要学数学竞赛，或者说是要接触这方面的内容？那实际上呢，数学竞赛就我来看，数学竞赛这个话题，其实它是和，它是和你的思维方式相关的。那么我们来做数学竞赛的培训也好，或者说做数学竞赛的题目也好，其实它是本质上是对你思维的一个训练，而并不是意味着十几年前在中国大陆盛行的那股奥林匹克风，哎，就是我只要拼命的做题目，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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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然后就能够把一道题目给做出来。你会发现到了数学竞赛的考场上，你其实并不能够所有的题目对你来说一定是新的，你没有办法去练习到所有的题目的套路。那么遇到一个难题，你如何把它拆解开来，你如何去解决它，这是我们数学竞赛真正需要训练的地方。那么有很多同学在平时高中或者初中的课堂上可能觉得，哎，那我学的知识老师教的一个公式一个定理，哎，我学会了，我知道了，然后课后的习题我了解了，然后我简单的就能把它做出来。那么一到了考场上，哎，觉得题目也挺简单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挑战性的题目能够让我去训练一下？那么好，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就不得不谈一下这些数学竞赛什么样的人是适合来参加数学竞赛，来学这个数学竞赛。我个人认为，来学数学竞赛的人，或者说希望去参加数学竞赛的人，他们对于结果或者说一个事物的本身的规律，或者说他解释他的一个规则，是要抱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奇心，你才能够去完成这个事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在初中的课堂上，老师在讲欧式几何 Euclidean space， 我们学的一般性都是全等三角形、相似三角形。OK， 你有没有有那么一瞬间想到过，哎，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把这道题目给做出来？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这幅图只要添一条辅助线，哎，我照样能把这个题目，更简用一。做出来，并且用一个更简单的语句给它做出来。如果你有这么一个瞬间，并且为之欣喜若狂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适合学数学竞赛的人。不光体现在这里，比如说哪怕你在做生物实验，或者说是做一个文学研究的时候，你如果
你如果对于不光对于它结果感兴趣，你还对它如何达到这个结果的路径感兴趣的话，那我觉得数学竞赛也是，也会，如果你学习了数学竞赛，它一定会拓展你的视野。为什么？因为数学竞赛它不光是教会你如何去做题目，它更重要的是教会你如何去思考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在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如何把它首先把它拆解，你会不会把它拆解成为几个部分，在每一个部分里面你会不会把它拆解成为几个步骤去把它完成。这个思路不光会体现在解数学题上，还会体现在你可能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遇到决策的时候，遇到难题的时候。那么在你现阶段中学阶段的课程中，你可能对于这部分的内容接触到的没有那么多，那而数学竞赛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和平台，能够让你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OK， 但大体我们要解决的，在数学竞赛里边，我们要解决的是数学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大方向、大概念上的拆解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一些数学的思维的，我倒也会讲到一些。那么之外，那么必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依然还是要需要提前知道一些定理，知道一些所谓的公式变换的这些比较基础的一些技巧。那么我们不是为了去记这些东西而去，不是为了记而记，不是为了解题而记的，而是我们在数学竞赛中间，我们总是有了一个定理，有了一个知识点，你明白了，你必须要从根本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在解题的时候你才会去用它。所以说有些同学当你不了解数学竞赛的时候，不了解某一个可能比较深刻的深奥的一些定理的时候，你依然能把很多一个很难的问题做出来。实际上就是你已经在做题的过程中相当于说把这个公式定理给它证明了一遍。而当你知道这些公式定理的条件和结论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来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会大大节约你解决问题的时间。OK，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数学竞赛，我们在艾特学习数学竞赛的话呢，我不光会教会你如何从大的方向上去拆解一道题目，去应该用什么样的思维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你还会学习到一些比较细节性的定理知识。 OK，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其实不如我们来看一道题目，它中间会包含哪一些运用的方法。好，就是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一道题目。首先读一下这个题目， What is a reminder， 也就是它的这个余数， When 式子 is divided by 7。 他在问什么？他在问这个式子三的一次方、三的二次方、三的三次方，一直加加加加到三的2020次方，它的结果，它除以七的余数是多少？ OK， 你会发现这道题目对于如果你之前没有参与过任何有关数学竞赛的辅导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做过类似的题目也好，你会觉得，哎，这道题目我应该去怎么想？我应该去用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去解决这道题目？哎，它是除以七，那么我要知道它的余数是多少。OK， 那么于是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我们需要讲的点，如何把这个问题分解成为你可能会知道的问题，然后把它逐个击破。所以第一个点，我们一定要学会从大的
大概念上去拆解一道对你来说比较难的题目。 OK， 那么我们会如何拆解，这就要取决于你之前对于整根数轴、整个自然数、自然数的排布以及它的整除的性质的了解。那么经过拆解以后，你会发现有关于余数的这个问题，它是不是存在一个规律变化。就比如说三，对于这道题目，三的一次方、三的二次方、三的三次方，这些它最终是不是有一个恒定的规律，除以七它会不会有一个恒定的规律，每一项它是不是有恒定的规律。那么考虑完这个问题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思考，我们最后是要找它的和除以七的规律。那是不是如果说对于每一个 term 三的一次方、三的二次方、三的三次方，一直到三的二零二零次方，这个每一个 term 既然是有规律的，那么它的和、它的 summation 是不是依然有规律的？对于除以七的余数来说，好，那么有了这三个基本的步骤，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去拆解这道题目，想一想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它会有什么样的知识点蕴含在里面。OK， 那么我会把我就不再分享这个屏幕了，因为我会在我身后的这块白板上做一些提示。那么首先这个式子先写一遍，三的一次方加上三的二次方加上三的三次方加点点点，加到三的二零二零次方。我们既然要首先考虑的是三的多少次方除以七的余数问题，那么它是不是会有规律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如果说我只考虑所有的自然数，从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能否找到它除以七的规律是如何变换的？哎，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回答，只要有小学数学能力的人，他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数字除以七，它的余数呈现的规律变化，一除以七它余一，二除以七余二，三除以七余三，一直到六除以七余六，那么七除以七又回到了零，七是能被七整除的，那么八除以七呢又回到了一余一。所以说根据自然数的变化，由一增长到无穷，它的余数变化的规律是什么？余数变化规律是一二三四五六零，一二三四五六零，一二三四五六零，一直到无穷。每七个可以成为一组，从一到零，从一到零，每七个成为一组。那么于是你就找到了这么一个规律。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把它考虑成为一个指数的形式，三的一次方、三的二次方、三的三次方，同样这里也会出现它的指数位也会出现自然数的一个增长，那么它会不会也是有规律的呢？那我们假设你什么技巧都不知道，那我们不妨来试一下。首先，三的一次方它等于多少？等于三的一次方等于三 ，OK， 除以七的余数，除以七的余数它就是三。三的二次方我们知道是九，九除以七的余数就是二。三的三次方二十七除以七的余数六。三的四次方，三的四次方是八十一除以七的余数，哎，八十七除以七，想到八十一最近的七的倍数应该是七十七，十一乘以七就是七十七，所以八十一除以七应该于四。三的五次方啊，这个数字可能有一点大了，那么三的五次方是八十一乘以三，于是就是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除以七等于多少？二百四十三除以七，三七二十一，二百一。243减去210，剩下33，也就是33除以7，
于是你会发现这个数字与五，写的下面一点，与五，那么三的六次方，啊、哦，这个数字又有点大了，三的六次方等于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除以七，它的余数等于多少？七百二十九，我们知道七百是能被七整除的，剩下来二十九，也就是说它和七百二十九和二十九除以七的余数应该是相同的，所以说二十九除以七约四七二十一二十八，余数就是一。OK， 那么再来一个数字，三的七次方，它等于多少？啊 ，OK， 这个数字三的七次方除以七，我们不妨也来可以算一下，它是它本三的七次方应该等于2187。OK， 2187，2100是七的倍数，于是剩下来就是87。87除以七，我们知道84是七的倍数，所以说它的余数应该是三。OK， 我们看到它的余数变化规律，3 2 6 4 5 1 3，哎，我需不需要再往下写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需不需要再往下写？如果我往下写，你预测它会是多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比我聪明，如果要再写余数，应该就写二这个余数，也就是说三的八次方除以七的余数应该是二。好，那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这个结果，我们来观察一下之前余数，有关于余数问题是不是有一些规律存在。那么好，三的一次方也就是三，三除以七余三 ，OK， 每个人都知道。那么三的二次方是什么？三的二次方对于三的一次方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三的一次方再乘一个三，三的一次方乘以三等于三的二次方。于是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分解成为两个部分：整除七的部分和不整除七的部分。不整除七的部分，我们已经把它写下来了。它的余数是三，那么整除七的部分对于这个 term 来说，整除七的部分就是零，因为它的商是零，哎，所以说，我既然它整除七的部分是零，七的整除七的部分的倍数依然能被七整除，那么我们其实只需要考虑这个余数它乘以三的除以七的余数是多少，于是三乘以三等于九。九除以七就余二。OK， 可能说一个这个例子还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三的三次方是由三的二次方经过怎样的变化得到的？乘以三。那么同样的，三的二次方我可以把它分解成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整除七的部分，也就是说它可以等于七。整除七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它的余数部分，就是二。那么整除七的部分经乘以三了以后，它依然是七的倍数。那么要考虑三的三次方的余数，我们只需要考虑不整除七的部分乘以三再除以七的余数是多少。那么二乘以三除以七的余数，二乘以三等于六，六除以七的余数就是六。OK， 那么。从三的三次方到三的四次方，哎，我们又找到了一个规律，叫做乘以三，六乘以三等于十六，十六除以七它就余四，于是四再验算一下，五是不是依然符合这个规律的？四乘以三等于十二，十二除以七余五，哎，刚好又是这个规律。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从三到二，从二到六，从六到四，从四到五，从五到一，它是。一整套规律流程，那么当它到一的时候，我们再用一下这个方法，一乘以三等于三，三除以七就变成了三，哎，好像四，到了这里，到了这个三，你就会发现我又看到了一次三，又看到了一个以三为余数的数字，那么三乘以三等于九，九除以七就是二。OK， 那么于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你的规律就找到了，在这里
3 2 6 4 1 5，在这里你可以画一条线，因为这条线就是你的分解线，这条线往下又循环了，它的余数又循环成了一次3 2 6 4 5 1 3 2 6 4 5 1，直到永远，直到数字的尽头。好，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这么一个关系，在这个式子里边，它每一个数字每一个 term 每一项它除以7的余数是有规律的。 OK， 那么我现在要算的是它的和啊，它的和除以7是不是有规律的呢？我们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如果说它是有规律的，那我们根据规律，哎，就像刚才的规律一样，我们就能够找到3的1次方一直加到3的2020次方，它最后的余数是多少？根据规律，我可以找到它的余数到底是多少。 OK， 那么好，我们来基于我们之前的这个运算，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它的和的除以7的规律是多少。如果只有第一项，后面的我都不看，除以7依然于3。那么3的1次方加3的2次方，我从第三项开始把后面抹掉，这两项除以7余数是多少？3加9等于12，12除以7就应该余5。那么前三项呢？3加9加27，27加12等于39，39除以7余4。OK，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感觉，有没有一点点感觉？为什么？因为我是不是不需要把每个数字都算起来？因为我总是在考虑一个数字它除以7的余数是多少。那么我是不是只要把每一项它除以7的余数加起来，把这些余数看一看它除以7的余数是多少就可以了吗？对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规律是否是吻合的。3只有1个数的时候，那自然是3。那么第一项加第二项的余数是5除以7，哎，刚好也余5吧。那么3加2加6，哎，前三项每一项的除以7的余数是3 2 6，加起来11除以7，哎，刚好也余4吧。哎，所以我们好像又找到了这么一个规律。那么这里我们再加快一点速度，既然前三项除以7余数是4，那请问再加一下它除以7余数是多少？再加一个除7余4的数字，再除以7余数是多少？哎，这里余数就应该余1了吧。 OK， 那么再根据规律，我前面四项余数是1，再加上一个余数是5的数字，除以7余数就应该是6，然后再加上1，哎，除以7刚好是整除了，所以余数就变为0了。余数变为0的那一刹那，我们想一想数列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前面6个是有规律的，你是不是也会期待这里会有一个规律，它会不会又跳回到一开始的3上？这里也就是说前面6项是整除的，前面6项是整除的，那么你期待从第7项到第12项的时候，它应该也是整除的吧？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第7项其实就是3的1次方乘以3的6次方，第二项就是3的2次方乘以3的6次方，于是后面也应该会呈现一样的规律。那么前面既然是整除的，那么从加上第7项开始，我们就只需要考虑第7项它是不是关于7整。第7项除以7的余数是多少？那么第7项除以7的余数是3，于是就真的回到了3。那么3这里又看到3加2除以7余5，哎，
是你就会发现又形成了一个循环，三五四一六零，然后下面也一定是三五四一六零。OK， 那么最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三的一次方加一直加到三的二零二零次方，请问在之中有多少个循环？其实我们有多少个循环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只关心经过了多少次循环以后，哎， 2020它剩下来是多少，对吧？那么2，也就是说我要把2020除以6，因为这里是6的循环，做一个除法，18 3 22 3 18，于是40除以6，四十除以六，六六三十六，于四。于是你就会发现，哎，这里有336个循环。最后一项，2020它定格在第四个余数的位置。于是这个式子除以7的余数就应该是一。好，那么我们几乎只用到了小学的知识，把一个一开始看起来很难的题目就把它做完了。那么其中它会涉及到哪些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我们能够总结的规律？那么我们在做这道题目的时候，我们总结出来的规律才是我们在做今后的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一些知识，把这些知识熟练掌握了，那么我们的解题速度就会更加的快。OK， 首先第一个知识，我们第一个知识是非常简单一个知识，把它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的末尾数字，它是呈规律出现的。就比如说，我可以这么说，三的三次方除以七，三的三次方，它的末尾出现，末尾位的那个数字出现是有规律的。比如说，三的一次方是三，三的二次方变成了九，然后三的三次方九就变成了九乘以三，就变成27，于是末尾它是七，七再乘以一个三，三七21，于是又回到了一，一再乘以三，你会发现，哎，一乘以三是不是我之前曾经说过，那就是一，一。三九七，一三九七，一三九七，它于是它的末尾重复规律就是一三九七，一三九七。为什么要说末尾的重复规律？因为末尾的重复规律，它不就是三的倍数除以十的余数吗？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小学为什么说十进位是我们一开始学的内容？但是实际上十进位它里边蕴含了很多奥秘，其中的一个奥秘就是除法，一个数除以十的余数在它的末尾体现。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想，那么一个数除以一百的余数它会在最后的两位体现。 OK， 那么像这样的规律可能你觉得比较朴实无华，小学就知道了。那么如果说我问你一个数除以七的规律，某一个数的一次方、二次方、三次方、四次方、五次方，一直到无穷，它除以七的规律是不是有规律的？那你就可以回答它，也一定是有规律的，因为不就是除以七吗？不就是除以它和除以十有什么分别呢？没有任何分别。OK， 那么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规律，那么。第二个规律在哪里？第二个规律你会发现，哎，我们最后要求的是这个和，一个式子，一个有规律出现的数字之和，它也一定是有规律的。就好像我们算出来每一项它除以七的规律之后，我们把它的余数相加，哎，依然能够找到相应的规律。它前面是以六为单位的规律，那么于是它的和也会呈现以六为单位的规律。好，那么如果
要把它理论化一点。那么今天因为是一节是一节公开课，那么我不想把理论的知识讲得那么深。那么像这样的规律，我们把它总结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就比如说同余的规律，一些余数的规律。那么这是我们在考场上会掌握的一些基本知识。那么我刚才有说过，我们学竞赛不光要学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你如何把一道难题把它拆解开来。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是怎么把这个题目给它拆开来的。首先这个式子你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我们如果说你是个小白，什么都不了解，你只是对数字有那么一点点好奇，那是不是你就意味着，哎，这个和这个和这么大一个数字的和，我一定不是把它全部加起来除以七然后去看它的余数，那我一定是从中希望从中能够找到规律，能够找到一段一段的规律，然后把它拆解开来。那么这里一段一段的规律就是首先我们要看一项、两项的和、三项的和、四项的和、五项的和。那么想到这个这么多项的和，它其实是一个级数的概念，在你们高中应该学过 series 的这个概念，学过 geometric theories 和这个 arithmetic theories 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那么这个和数列和求和就是它的级数。那么级数的这个概念，在你们高中或者说是初中学到的这些知识，你们可能拿到一道题目，哎，看到这个它的这个 sigma 求和符号，你就知道，哎，它是什么级数，应该用什么样的公式去做。往往大部分同学都是在这么做的。那么竞赛的题目，它会给你个式子，那它也不会，你会看到它是一个等比数列吧？它不会告诉你是一个等比数列。如果说你在学校里边等比数列学的比较好，一看这是一个等比数列，完了，那么你就用等比数列思想去把它做，然后用等比数列求和公式。OK， 那等比数列求和公式 A1 提到前面去，然后上面是一减去 Q 的 n 次方，然后再除以一减 Q， 然后你会发现你列下来这个式子一点用处都没有，对于你研究余数问题。所以我们不光在做竞赛题的时候要跳出这个原有的固有思维，去思考你如何把这个东西给它一步一步先拆解为一个级数，然后呢根据级数中的每个项它依然是有规律的，然后去找它的基础规律在哪里，然后一看发现，哎，基础是有规律的，那么于是它的级数也是有规律的。 OK， 那么我们竞赛，我们学习竞赛呢，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思维和内容？我在这里简单的做一些介绍。刚才有提到的这个最重要的两个方法，就是两个分，一个叫做分类讨论，一个叫做分布讨论。那这个体现最原始的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我们一开始学习的这个排列与组合。它其实在排列与组合里边，我们给它一个比较好听的数学名字，叫做乘法原理和加法原理。那么什么是乘法原理，什么是加法原理？加法原理你在分不同的情况，就比如说我把一个班分解成为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你会发现这你是在做分类别，每个组别他们都是旗鼓相当的，是一个组。那么这个叫你在看人数的时候，这个是这个思想就是加法原理的思想，你是在做分类。而如果说你在做一件事情是用分布的思想去做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一步你可能你总共有三条路径可以选，第二步你可以有五条路径可以选，第三步你可以有七条路径可以选，那么总共有多少种不同的路径呢？这个想法就是三乘以五乘以七，这个呢叫做乘法原理。于是我们竞赛首先培养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做题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两个分，一个是分类讨论，一个是分布讨论。 OK， 这也是竞赛
的一大块内容，叫做排列组合。那么在排列组合里面呢，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其他问题，就像这个它的二项式分布，叫做 binomial theorem， 它们二项式前面的系数它到底是多少？有些同学知道所谓的杨辉三角，对吧？或者说叫做帕斯卡三角，这个东西它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我们还会讲到一个基本的排列组合的模型，球棍模型。哎，什么时候你要把它想成是球，什么时候要把它想成隔开球的这个棍子？那么我们如何用排列数和组合数去在建立在球棍模型基础上去解决一些排列组合问题，OK， 这是竞赛的一大块内容。那么不得不提的第二大块内容一定是数论问题。数论这个是一个古老而又非常非常迷人的一个问题。这节公开课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有很多数学家都在为此不懈奋斗。你们所听到那些毕达哥拉斯定理啊，费马大定理啊，都是和数论直接相关的定理。那么这些定理，它一定本身是一定不会出现在这个竞赛里面的，但是我们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类似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在有限范围内，我们会解决和这些定理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么，数论呢？刚才我这道题目里面，其实我讲了，有同余问题，然后有末位数问题，然后还有整除性质的问题、互质的问题，以及质数的问题。这些所有和数论相关的内容，我们也会在这里讨论到，除了数论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还会介绍和代数相关的问题。那么所谓代数就是用一个字母去代替本应该由数字所在的那个位置。代数那么就是我们代数我们会讲到，比如说定域和值域的问题，然后它的最大值、最值问题、最小值和最大值的问题，不等式的问题，那么几个比较经典的不等式的比较还有应用，以及一点点复数的概念。那么这个其实做代数题，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找不到感觉，就是代数其实它会大部分会建立在数论之上，因为有很多代数题最后做着做着就变成了一道数论题，再考虑两个数字互质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那么所以说在代数一定是在数论之后的来进行讲解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内容呢，就是有关于几何。几何的话，几何题有的时候也会变成一道数论题的。那么几何题呢，我们也会介绍，比如说由三角形我们构成，三角形和圆我们会构成的，三角形有哪几个心，垂心、重心、内心、外心，甚至还有旁心这样的一些知识点，以及三角形最重要的三条线，中线、垂线和角平分线，它们都会有什么样的性质。然后我们还会讲到一些稍微深一点的定理，比如说梅涅劳斯定理啊，然后这些内容。那么本质上来说，几何因为它欧式几何呢是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体系了，并且它的历史也比较悠久。那么在几何范围内呢，我们会想到，怎么样去描述这个边长和面积之间，它们之间是不是有关系的，然后他们的那个角和边长又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竞赛会学到的一部分四分之一的内容。 OK， 那么核心重中之重一定是数论。那所以说我们会花大部分时间在数论上。那么数论也是就像今天我来给你们
举的这个例子一样，这一道就是典型的数论题。OK， 然后我想我大概介绍的就是这么多吧，然后希望能够对各位想学竞赛或者说是就是对竞赛有兴趣的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提示作用。啊，其实竞赛它并不是说就是做题目做题目做题目，其实是你打开思维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艾特这边呢，我会教你一些和竞赛相关的一些技巧，那么也会告诉你一些有关于大方向上一些对于解题如何去思考问题的这么一些技巧。OK，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吗？